搞得跟有哎、欸、袋子掉了。不然会变黑色的啊、哦！先脚跨，对，脚跨，跨！哈哈哈哈哈！把它放回来，直接把它丢回你。哎，我没有冰冰，走了，走了，来。那个肉上冰了啊！太夹夹了，完全夹开了。哎，我们等一下怎么样？你都没有说。怎么做？怎么样啊？你们双手真的拉紧掉，双手拉着是，对，一只手拉一条，一手拉一条，对，两条两条两条拉紧掉，哎，拉紧掉，拉紧掉。嗯，你在什么？你的右手。好，拉。看你那个不要往后，对，看看。弯身。走啦走啦！啊！那帮你分一个增加福利，要吗？再分一个。增加福利啊！夹心饼干，它就是夹前后而已啊。然后你就这样抱着，掉下去的话，它就会如果比较保险，抱着。老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干，我想回家。舅舅有什么话想说的吗？你有什么话想要说的吗？这次的企划。我想回家，我一杯大胜。Good job！ 现在他们正在准备装备，演讲都是自制的。看到老刘身上非常新潮的救生衣防撞，现在你仍然有机会决定。我还有吗？好，不要问我。屁股坐在这边，坐进去。来，过去一点，到上面去。屁股坐进去，屁股坐进去就好了。屁股重心在，屁股要在这边，对，就在这边，对。你的那个包包很累赘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它丢掉，拿上去。你要护它，你就保了，你不用护它。再交一点龙哥，对。屁股坐进去，对。屁股坐进去，对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对，当没人小心哦。对，好。哎呀，他一进去的话，人才能爬上来哦。好。你脚不要伸进去。对，因为进去之后你重心就不对了。你们先在这边练习一下，先不要出去啊！
对啊，你们先在这边练习啊。根本就滑不动吧。不是老刘，你应该坐前面一点啊，你腿应该放外面啊。连阿伯都笑了啦，阿伯说你们不要闹了。因为你有那个救生衣啊，你不会沉下去的。你要跑回去了，因为那个水源会帮忙推回去。啊，就你怎么上去？这如果已经沉半了，是怎么做？因为太小了啦。看到，应该上岸了。好在是消防车，看到人，我操！阿伯，你救他哦！你太厉害了。很危险，而且现在水太大。谢谢好心的阿伯过来帮忙。好的，谢谢。看得出是蛮好玩的。我第一次看老刘这样。是有撞到了，这是怎样？那船又浮起来了。是啊，不要去抵抗它，顺着它飘下去。哦，不，你们刚这样，它就靠边了，然后我就会靠边上去拉，蛮大的，都在这里。有，我们刚看到中间桥，靠，水超大的。我看到只有桨跟那个船有点害怕，就想说会不会怎样。而且你们船，而且龙哥没有去，不然我可能。我觉得上宜兰新闻了。真的，我想说我要报警了没有？我想说是在那边还是回家？我觉得要带他去收金一下。带他去吃脯肉压压惊。
不完了。没事，谢谢。录了，录了，下次都不来了啦。下午要平板这样稍微冲一下，这个冲一下，这边有些树叶什么。这就是今天的水量，还是要注意安全。水实在太大了，流超级的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要逞强。石头很大颗吗？都很大颗吗？我们还是去打飞镖就好了。你还失去了两艘船，船啊，船小事好不好？我还有一艘，还有一艘，对对对，好，下次自己来，发射一艘。好在这一次我做安全的决定。明治啦，明治啦，明治，对啊，明治巧克力。我也相信我一定失败。